有点慌。
火龙果牛奶包子的教程，准备红心的火龙果，还有这种营养快线，给火龙果扒出来之后倒在营养快线里面。都到里，我估计这个应该是不够了，有点少，一会儿我再加一点水吧。然后给它拌开，拌开之后放到模具里面，然后把这个直接给它放在模具里面就行了，拿到冰箱里面冻4个小时。我这里面放的是那个黑芝麻哈，放了一点黑芝麻，喜欢的双击哦。